常生活满是健康陷阱，一个茶包它都可以产生上百亿个。你的泡棉就是这样做成的，泡棉让你发泡去做，它三聚氰胺全部放出来，它对肝肾的毒就相当的毒。这个被子怎么跟我家盖的被子长得很像？哎，看新闻，辐射超标7倍。